了，采访采访。我头发很乱。没关系。摩登摩登农妇。摩登农妇。Get get 软剧团美少女采访采访。太害羞了。太害羞啊。我要休息一下，好累哦。Get get 这位小姐专访专访。耶、yeah, ！我还赶快广告草草。这是我的早餐。哦、oh, ，好。第五届草草戏剧节在3月16、17，然后23、24，要赶快来看戏哦。位置在哪？位置在哪？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。然后当天那两个周末还有市集、有影展，然后户外演唱跟户外的演出这样子。哦、oh, ，那今天怎么会过来？今天。不要讲虚伪的话，讲真实的话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被国训逼的。对，来玩耶。好累，好累哦。直接是带春鸡儿。直接。阿辉啊。阿虎，大爱叫啊。是是。哦，各自。是是是，开心的酒后啊。来。有人去买红酒了，红酒，他是想要中了歪心牛巴吗？就是大家吃完开始在这里醉倒这样。对。还有什么？今天是第一次下田插秧吗？对，第一次下田插秧。感觉如何？还没吃早餐就开始中，所以现在就是有点发抖。赶快补充体力一下。很好玩，就是有点累，就是。是辛苦。农夫好辛苦哦。啊，最后再欢迎大家来草草戏剧节的，耶、yeah, ，来看戏哦，拜拜。